说学逗唱，哎，每一门都不容易，都不简单。刚才郭麒麟属于学，学学电台，嗯，我自己个儿认为比较有。那嘴里有鸟啊，这是。什么叫我自己个儿？这是，我有红子呢，还与你不是，我是北京人，我说话。你哪儿人？您是北京清出去的，这是。您是哪儿的北京人？就是北京郊区郑州那边的，就是郑州算北京的郊区了啊。我自己好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唱。哦，您是好唱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还得？因为我这个嗓子好。因为，嗯，我嗓子好。你嗓子打小我就保护好我这嗓子，就长大以后呢，说实话，学了一个不好的习惯，抽烟。哎，竟抽烟把这个嫂子给糟践了。哎哎哎，没有关系啊。哎哎，今天我拿出我的好状态，哎哎哎，回馈给就别站台上胡说八道了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？不是你嫂子好好吧？你告诉我们干嘛？不是你打小对你嫂子好？当然了。怎么长大抽烟就给人糟蹋了？怎么了，哥？哥，你怎么了，哥？我没怎么，我就掉沟里了，我怎么了？你掉沟里了，那得多大的沟啊！你甭废话，你这不是挖坑吗？这不是，这是你坑人了，有点啊。谁说嫂子了？您那嗓子，嗓子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嗯，不过最近不怎么注意。怎么了？啊，稍微有点沙哑。哎呦，沙哑，稍微有一点点沙哑。是是是，慢慢唱给大家听。好啊。首先我们本门的功课，嗯，这叫太平歌词。相声本门太平歌词不好学。是太平歌词在哪儿学？太平间学。没有没有，咱找出那个感。没听说过，多冷的地方。太平间学一个上句一个下句颠倒着那么唱。是是是，有的朋友说不好听。好听吗？不好听没关系啊。啊，怎么呢？仔细听。好听。越听越不好听。哎，哪儿这么难听啊？那得分谁唱。哦，分人。我的老恩师是郭德纲郭老师，他唱得好。哎，嗓门也高。哎，我是跟他学的。行，不是您这怎么没规矩了？这么大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必须要这个。谁说这个了？不是你说你这么大孩子，老话说得好啊。说什么了？子不言父，徒不言师啊。是郭德纲那儿你师父名讳，你当徒弟怎么就张嘴就说呢？你得尊敬啊，你也得。这孩子没规矩，长这么大。不是，再说了，你说就说吧，你比划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一刀这边啊，身高嘛，这不是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没有这样的，知道吗？我以为你说你比什么什么？你以为你说就完了，你还比划什么？你是不是就这点缺点，知道吗？没完没了，你们这瞎比划，比划什么比划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这比划高了，这玩意儿。这个人太缺德了，我就比划了这么半下，你看他一直在这比划，你干什么？我给他擦擦。讨厌，真是你。我师父虽然个儿不高，但是人家嗓门高啊。啊，是是是，唱得好。对，对不对？有这么一段叫做《博蛇传》。您上什么口啊？这《白蛇传》还博蛇？文化人嘛，你不得上口吗？你有什么文化？我就纳了闷儿。《白蛇传》行，《白蛇传》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。这是文化人吗？你我文化，你不让我文化，我不文化，你又说我。您这是长蛇，一条白蛇，大白蛇啊，在那转，白蛇转，唰，一圈一圈的转啊。您说这是贪吃蛇，还一圈一圈转？你还用诺基亚呢？谁用诺基亚？啊，您别说了，您这唱起来很好听。是是是，唱给大家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。对，注意听啊，您来。这叫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板眼。有板有眼。哎，一板一眼。嗯，你看看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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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他都照顾到了，还他捧我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春有苏堤桃红柳绿，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，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谢谢。好，这太平歌词，哎，唱两句就得了啊。是是，这是本门的功课，太平歌词。哎，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，学唱类。来到了四川，咱比如说这个川剧，川剧您会？我就不会。哎，你说他干嘛你？我就不会，我就不。真行，我怕大家点唱一个川剧，我不会，我先说好。对，省得丢人。对了，哎，省丢人。您这变脸可不错。变脸我也不会啊。这个评剧。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评剧啊，这是我们我国北方的剧种。我唱的特别好，好好好，我给大家唱几句。您来两句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。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别管以后将自己带刀袋子的。我发现了，嗯，在座的朋友们啊，看来是经常打麻将啊，很少去 KTV， 是不是拿这当 KTV 了，是不是？好开心。你还舔着脸乐呢，这玩意儿是评剧吗？这个是评剧吗？不是，听听，您说那是北方的剧种评戏，评戏，评戏，那我哪会啊？那我，您要不会，您说他干嘛呀？我就纳着闷儿。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那我哪会啊？谁欺负你？说的北方的剧种啊？评戏，我不会，太不会，合着我就会唱歌。哎，歌我特别的了解。哦，您好唱歌，会的也多呀。哎呦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先不要着急，嗯，好吗？五环之歌一唱就结束了，就下班了，嗯，这是我们的惯例啊。对了，不着急啊。朋友们，这不是点播台，拿我们当电台了啊。虽然你们买票了，我要对你们负责，嗯，但 是别最难伺候的就是你们，嗯，我下去。朋友们，你们太难伺候了。那个大哥让我下去，你让我上来，你怎么加钱？他还有的谈，嗯。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是有节奏的啊，慢慢来啊。哎，先给大家唱一个最近比较喜欢的什么歌，这个新歌，一首新歌啊。哦，新的，哦，叫做橄榄菜，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哎，那个那会儿我没怎么，什么叫橄榄菜啊？橄榄菜吗？橄榄菜哦，对不起，说错，橄榄树。哎，对，橄榄树，对吧？这歌有，是齐豫的歌曲。这也不是新歌。齐豫提起齐豫来，大家可能不太了解。嗯，齐豫有个弟弟叫齐秦。哎呦，齐秦提琴的歌大伙都会吧？我是不是经常唱？轻轻的，我将离开。哦，知道了，《唱二人转》那个啊。看来大家是憋坏了啊。
但是齐豫，嗯，啊，齐秦的姐，齐豫这个歌很难唱。是啊，作词是三毛。哦，三毛。三毛这个人非常的厉害啊！对对对，啊，也参过军，也流浪过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三毛，三毛流浪记吗？那是流浪那个。这是作家啊，作家，嗯，写书的《撒哈拉沙漠》，哎，跟荷西的爱情故事，哎，对，荷西，嗯，啊，特别的好听，唱给大家啊，嗯。不要问我，哎，哎呀，真好听。我这自己美在哪儿了？我就纳了闷儿。你知道吗？一唱就陶醉，一唱就开心。您唱完您再陶啊。不要我，哎呀。唱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羞涩羞涩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哎，不是这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错了，嘿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。真的很多哦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您就告诉我就行，您告诉我哪句有橄榄树。不要问我太橄榄树。愣来呀，我会告诉你橄榄树。不是，咱唠这仨字儿不行了。您等会儿，这不是，这杨钰莹啊。对，杨钰莹了，串了。哎呀，唱错了，串了，会的太多了，会的太多了，啊，是能耐太大了，嗯。不要问，不不，你是不是肠胃不好这？老补补的呢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哎哎哎，我的情，词儿不对，牵着你，词儿不对。不要问从哪儿来。不要问我从哪里。调不对。您能对一个这么简单一句？不要问我。改刘德华了。你生，不是你会不会啊？不，你不要再问我了好吗？不是，多简单一句这玩意儿，怎么唱来的？就这么一句吗？啊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不就这一句吗？真行，这不至于。不用你们轰，哎哎哎哎！您这每天非得溜溜是怎么着？是吧？我都不想活了，我都。您来，我。我来这儿看什么？不是找睡？不，找宿睡？不，您唱的好，您唱的好，您别跟他们穷，知道吗？他们就为了气死你，知道吗？好，嗯。您唱、不，您来，您是大腕儿，明星，您来，他唱得好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哪儿好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不是郑州吗？不是我唱郑州好听吗？行，最起码准确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郑州。哎，实话，为什么流浪？穷呗。不是你们家唱歌带捧哏的是吗？哪有这样的穷呗，我还不知道穷。不是我怕他们轰你啊，这为什么流浪。看来是真穷啊。流浪远方，流浪
上见清流的消息，为了山间清流的消息，为了清流的消息。你是不是掉河里了？走的水路啊！流浪远方，您都到入海口了，行了。流浪，多好听啊！你打乱我的节奏干什么？是是是，您是够浪的啊。橄榄树是，其实孙老师对这个歌曲啊。啊，也稍微有些研究。我爱听。您岁数比我年长几岁吧？大几岁，对不对？嗯，知道很多歌曲。不敢这么说。这样，我唱个歌。啊，我让你猜是什么歌，好不好？歌名啊？啊，简单、啊。简单。我听的歌多了。听这个啊。啊。当你老了。啊，行，不用唱了，第一句就是。头发白了。送分题。水。您这送分题呀、啊？什么歌？当你老了。嘿，猜上来了啊！这废话，第一句就歌名。咱听这个啊，咱国内的歌基本上第一句准是歌名。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朵花吗？雾里看花，行，不用往下唱。第一句准歌名。来，哎，新歌你就不知道了啊？新歌了还你？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就这一句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行，嘿，开波浪，嘿，嘿，嘿，行了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岳老师。小船儿轻轻。不能跟你们起个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不能起头？哎哎嘿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这是新歌吗？好，你听这个啊，听这个。再回首，再回首。阿莲，阿莲。当山峰。当。字儿越来越少，你瞧了吗？你是疯了吗？废话，我知你来，我不知道的。你们能耐大吗？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这名这么长呢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您把第一句再唱一遍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、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？啊，您再来一遍。怎么忍心让你？过火。这是个神经病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瞧你吓我一跳！我瞧他们这鼓掌应该是对的，我就这是过火吗？过火，这是一首老歌，那太老了。我的偶像张信哲的一首歌曲《过火》，非常有幸有一次见到了张信哲。哦，见着了，跟他一起同台。我说张老师您好，我是您的歌迷，我是小月。嗯啊、我特别喜欢您的歌曲，但是您这个人，我不怎么喜欢。不是有您这么说话的吗？他一听就傻了。嗯啊，怎么了？嗯，哪做错了吗？我说是这样，这个人呐，您这个人有点虚伪。什么叫虚伪、歌词里头能看得出来比较虚伪。什么词儿啊？有这么一句这么唱的。嗯，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关于柳岩，他装作无动于衷。哎呀，我做不到。嗯。我可能也不行了，嗯。啊，燕子，啊，行行行。
没你我怎么活呀？也长这么大了，哎呀，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成都，特别开心。啊、成都，咱们一起唱一个《成都》，好不好？从哪儿唱？对，从机场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哎，没了。怎么叫没了？这么快唱完了？啊，那不快。再来一遍哈，没听清楚是吧？和我三楼的大点声，不花钱还不出点力气。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讨厌！咱们都是这么得罪人的。三楼的朋友，让我感受到你们的存在，好吗？哎呦，闪光灯哦！哎呦嚯，都趁手机啊！三楼的朋友唱啊，和我。你看看人家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谢谢，真好，真好。还有什么愿意听的吗？拆西厢。看来这是老观众啊。好家伙，这一排妇女。拆西厢啊，这也是一段传统的曲艺。对了，竹板书。竹板书，特别难唱。对，唱几句吧，唱几句吧，既然有观众愿意听。啊，谢谢谢谢。盈盈门坐，手儿托腮，叫声红娘，你快过来。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，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。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，唐宋相隔有着二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西厢来？谢谢谢谢。没想到成都的朋友这么喜欢这个传统的曲艺啊！喜欢这个。谢谢谢谢。什么？啊？探清水河是吗？嚯，你看那排妇女，喂，没有，这帮女同志好吗？这帮妇女讨厌。探清水河，这也是一这个北京的一个小曲儿。这个有点唱不过人家了，唱不过。我们后台有一个演员叫张云雷。嚯，说说名字都不行是吧？有很多他的粉丝，张云雷唱的特别好，特别的好。我师父唱的也好，我唱的不好，所以说我师父肯定就坐那儿听啊，我无比的紧张，唱不好，我师父下去，就说我几句啊。那说什么呢？当然了，朋友们愿意听，我还是愿意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不要脸啊！您这个脸厚的。桃叶那肩上肩。你们会呀、
这你们也会呀、啊？我们都会，你们干嘛呢？会就一起唱啊！桃叶儿尖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。在其位的这个明纳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出在蓝靛厂火器营。提起那宋老三，一辈子无有儿，小妞为年长，那一十六啊，起了个乳名儿。姑娘叫大莲，似鲜花无人采，叹那奴好比貂蝉，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 了, 不多了啊。这是花钱谁瞧谁来了这。好了好了啊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给大家唱一个啊。送情郎就别唱了啊。对对对。不是你们点来点去，动不动就让我唱，真是的，我这个人我脾气又不好，真。哎呦呦呦呦！一步叫你又来呀，都不是人脾气。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。情郎哥的兜兜，扒了扒他肚筋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狼牙，真吓人，我说还真有劲儿啊、嗯！那两位老师不看了。哦，好好 啊, 好好好啊，憋坏了啊。嗯，挺好挺好啊，什么话这叫，赶紧上厕所啊、嗯、行了，让他们弄吧啊。啊，好好好好好，忙您的忙您的啊，长得还挺面熟啊。好好，我还以为圣诞老人呢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五环之歌唱给大家，会唱的一起唱啊！啊，五环，啊，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，哎，都会还、啊、会唱的一起唱好吗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好吗？哎，三楼的朋友，嗯，三楼的朋友，又到你们表现的时候了啊！对，到你们展现绝技的时候了。又到你们证明票价的时候了啊。花钱不多啊，稍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情况啊。怎么了？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。你这话说的我特别特别爱听。嗯，要什么脸？对，对了对了，哎，不要了，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啊。
嗨嗨皮皮的唱起来，咱就为气那些个没有来的，好吗？谁知道啊？啊啊啊啊！大姐要脸是不是？是不是要脸？叫人不要脸是吧？这边的朋友，雨有一天。你比五环。这边的朋友啊，非得唱。好了好了，唱多了就吐了啊。对对对，我已经快吐了。既然朋友们这么开心，怎么样，我就卖卖力气给大家唱一个青藏高原，谢谢。你等你等，是谁带来，是我是我是我，您等会儿别太高兴知道吗？青藏高原的歌不好唱，那后边那句高八度你唱得上去吗？你想多了。我怎么呢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死半道了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，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，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？啊，我看见一座座亚麻的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学电台听多了吧？你们亚麻的不对词儿啊，亚拉索，亚拉索，亚拉索，你唱，那就是青藏高原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一起唱啊。谢谢各位朋友，哎，谢谢大家，大家非常热情，是这个掌声啊，都是献给我们于谦女士的，哎，啊、这个别女士啊，男的啊，于谦先生，哎，这行，这个于先生跟郭先生啊是这个黄金搭档，不敢当，到今年呢合作正好20周年，是这样，今天是跨年的演出嘛，对呀、啊，有点特别的奉献，嗯，郭德纲先生呢说一段评书。啊，《济公传》哎，啊，于老师就落我手里了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就是我很有幸啊，跟于先生合作这么一段，这也是我的荣幸。你看您这是客气，不是？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于老师的相声。您这是客气，这真的实际情况。嗯，我打小就爱听相声，是吗？哎，那个年头啊，我就特别关注这个捧哏演员。哦，捧哏的您重视？哎，好多人呢，包括演员自身啊，啊，有时候容易轻视这捧哏。啊，是这样，其实是错误的。哎，我打小爱听捧哏，你看看我最喜欢听的那位 啊，不知道大家还知道不知道？您提一提，也是北京的老前辈，哪位啊？赵世忠先生。哎呦，那是大家。呵，那我心目当中啊，啊，捧哏是这个，好，太棒了。是的，是的，跟赵振铎老师啊，那叫相声二赵，也是黄金搭档。这是老舍给起的，对对对，二赵，二赵，你看看，啊，有人能不好吗？真好。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？嗯，赵世忠先生啊，嗯，故去了，啊，这多少年的事儿，哎，岁数太大了。对对。后来我又发现，也有一位老先生说得好，啊，这是哪位啊？也是捧哏演员，哪位？唐杰忠。哦，唐先生也是好啊，效佛嘛。对对对，十大效佛之首嘛，人家是。哪有十大效佛呀、啊？唐杰忠老师啊，也很好，台上活泼可爱。对，爱听唐杰忠，忠厚，听不着了。这是唐先生也故去了。啊，对，也没有了。后来我又发现这个常宝华捧哏太好了。常先生那是宝字辈的老演员、哎、艺术大师，是是是，在我心目当中捧哏好，那确实好，听不着了。怎么常宝华也故去了？
你瞧都死了，我爱听的捧哏都故去了。哎呀，现在我最爱听的就是你了。哎，我好家伙，您还是听听别人得了。我觉得他捧哏现在来说啊，这个超凡脱俗啊。不，您别捧我了。